差不多行了，别那么欺负人。他穿的不是麻醉衣，咱不用这样式的啊。这还赶紧过来掏了，你看这老鹰在啥？我听咔呲一声。姐，你给我包吧你，买新的这个，手指头都漏了，一袖长一袖短。你起来，我走了，我告诉你，跟他我跟你绝交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走不出去。你甭蹬蹬完这个袖子，蹬这个，差不多完了你。给你妈不买新的，我告诉你，起来。那个啥，我现在呢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儿，一会儿呢我们家垃圾箱旁边要撇俩狗，然后你们看谁乐意要谁要吧啊。这干哈咋整的，整这样式的呀这是啊。你看在侧边。你瞅瞅你瞅瞅，哎呦我的妈呀。你干啥你，你去吗？你想去吗？啊，他咋不想去？你看那死样，他就求他自己鞋去了。你那鞋都是大泥，儿子，都是大泥巴，快给他捡下来，为了拉拉那个。哎，没刷呢，可埋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你搁家待着。在家待着吧啊！你说你那鞋一堆。坐下。